高兰岗位于珠海南水镇，周围群山延绵，植被茂密，满目苍翠，岩石形态各异。徒步路线：飞沙村、飞沙滩、短嘴小三浪、长嘴风车路、飞沙村，全程约10千米。小三浪沙滩，此处有休息点，可以补给饮料与盥洗和厕所，没信号，需使用现金。沿着岩石边移动，往上爬就是风车山顶。
到达山顶，山顶无遮蔽物，不过可以在风车的阴影下稍作休息。今日几乎无风，天气炎热，且风车几乎不转。下山时开始起风，看到风车快速旋转，感觉人也清凉起来。风车山行程建议10月份以后再来，以免曝晒过度，人员容易中暑。